还有20秒了。这把不好，这把是红。谢谢来自非洲的毒狗的两个飞军。最后10秒送啊！谢谢卡布拉多沙卡。谢谢来自非洲的毒狗，谢谢卡布拉多沙卡，恭喜亲叔叔中奖了。再来一个吧，来，哎，怎么干起来了？干起来了，我们也不去，跟我有啥关系？跟我又能有什么关系？打没人，打，啪，漂亮，再杀。杀兄弟们，杀！诱弹冲击。谢谢卡布拉多沙卡与亲叔叔和饺子和非洲的毒狗。这把咱就不回家了。哎，这把我们直接去上路啊，可以，前排三个兵还没死，我们真是血赚呢，咬抡抡抡咬抡抡，我生了你把我杀了，哎呀，这点盐确实是差点意思，没事，我们再传送，小问题。我其实挺想闪现躲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们这波不亏啊，这兵线是不亏的，让他别吃。但我闪了，我也贴不着他身儿。我想想，还是算了。怎么呢？哎，你就别吃，不让你吃。咬错了，不让你吃，你别吃。我为什么被什么东西给卡了一下啊？无形的墙吗？哎，不让你吃。插个眼，你挺猖狂啊！我咬，闪现了，小问题。谢谢没了蜡笔的小心，让那个蓝枪过来。来杀！蓝枪说要打，打河蟹，那让他打吧。我们先控线啊，不着急。这个红 buff 马上还得是我们的。先吃个药。在塔下我们打塔，让他打我们，让他把技能狗交了。你挺猖狂啊，啊，你是挺猖狂啊，这红 buff 你不得还给我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延长 buff 时间，这叫奠定胜局的基础。上一波只是假装给他一个红，你以为我真的给你红了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走位，哎呀，抡抡抡，打不过，哎，这又还回去了，这叫物归原主。我们来一个小孩，又续了一小波，没事，这边蓝枪把小龙给拿了，挺好。下当了，
他想回就让他回。我感觉他也不能回。遇到我算你们倒霉。嗯，我六级，想补兵那不行。Shut down。他不补就算了，我们补。好，这波推过去。瑞文应该没闪现啊，闪现还没好呢，看看这波塔下能杀不？他要敢把技能都交了，我们就能杀。我们先打塔，先咬塔，吃个药，再咬，再见，溜了。他不交易的话，这杀不了。走，我们的红好了，谢谢用户843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了。来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还有意外收获，他不敢跟我们打，他也打不过我。直接吸，先跑 ，A 咬抡，哎，这波就是小旭他一手，哎，这英雄伤害真高，都把他吸了，区区还这老高，哎呀，这波不跟他打好了，不应该跟他打的，妈跟他打，打不过他，套个点呀，伤害可高了。好好，没事，小续一波小 buff。好了，看他回不回家，他回家直接一塔没。好，回家是最好。你敢回家，我敢让你塔全没。再见。1750，不好意思，回家防御塔直接没。蓝枪被黄人给干了，往这边走啊！哎呀，技能也不放，你说这波赶紧去杀黄人去啊！峡谷先锋不能给他，先插个针眼，没有视野。哎，我顶，我吸，我咬，闪现抡，两级反转。哎，有点烦，这积木咋跑那么慢呢？这积木，
能打死了不鸡吗？皇子呢？我杀了。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死了两个，不错。你俩能打过那佛爷哥吗？我怎么感觉打不过呢？给大。哦呦，来把他中塔拆了，让我们找着机会了。杀鸡吗？漂亮，杀鸡吗？我可不认识，我都。哎呦，这还套个虚弱呢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我回家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我先来个扫描吧，我插眼儿现在也没用。我们先去把峡谷先锋打了，打完以后二塔肯定是没了啊，然后我们再去把红打了。算了，我们先去打红，再去打峡谷先锋，或者我们可以先收这波线儿，我们先收线儿吧。先收线，我们先收线，反正皇子也搁这儿呢，他去红他也不一定能那么快，我们先收线。先收线再去收红。收完红再收峡谷。你挺烦人呢，我发现。怎么的，你了不起是吧？你那个二塔不没了吗？这么装备呢，这老鬼们。了不起，了不起是吧？谢谢亲叔叔的大火箭呢、啊、感谢亲叔叔的火箭，挺烦人的，这皇子不让我拆，挺烦人。这么烦人吗？这皇子顶，别扣我啊！哎，挺讨厌厌的，去打小龙的，去，把小龙打了，回家。小龙谁的呀？小龙我们家的。这对面又想打小龙，又想打峡谷的、哎。先来个奇亚马特，推线太慢了，往上走。蓝 buff 我不需要，白银已经杀死一个了，怎么把把崩呢？这是不是上把的积木跟那个劲呢、啊？这俩人呢、啊？还好，就是塔没掉的太快，中塔没掉，你知道吗？挺好。我这个英雄摸不着伟人，你觉得我需要摸他吗？
我们一直都是秉着一个原则，就是让别人来追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去追别人，明白没？我顶，我也闪。别追了，行不行？这么能追吗？哎呦我天哪，这都追呀、啊！推中，把中路推了，他们推上吧，不是推中，快推塔，推塔！再推！别打架了，去推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去推塔！杀梅恩！你大爷的！完了，哎，哎呀，五个打四个也打不过呀，没有伤害呀，伤害零。这波我们去下路拆也拆不了，完蛋了，简直是完蛋。我偷不掉，那下路兵线搁这儿呢，那我也应该去偷去。因为我想着这波我如果不来中，他们就全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想着他们全死了，我们二塔肯定还得没。我其实我就不应该管他们，确实不应该管他们。你妈的！管错了，确实是管错了。他能换一个不？还行啊，换他一个不错。最狠的人维恩已经死了，守个基地总没啥问题吧？基地都守不住吗？我的老兄弟们！哎呀，确实有点难办呐。我想想啊，我们这把可能得跑得快，这巨酒不一定能要了，先来个板奖。四个打三个团灭，被推二塔。你说咋玩吧？你看这几个傻的。别给我点投降，听见没？我一票否决，别给我点。我们家两条龙还行，其实。要死了，可能梅因没来，还行，挺好。我不丑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福耶哥应该打不过我。两个人来抓我，不行啊！你看着没？你被人抓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不出去打去了。你每回呢，
你去不带线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出去死去。然后呢，你一带线，哎，他们就不出去打去了。反正打也打不过，打倒了。一个人、两个人的也打不过，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着？今天这巨魔之王看来得超个神了。清一清野区，嗯，瑞文开始跟我去带线去了，行，我们去上路带线。挺好，死的不错，死的不错，这波要能守得住我们就还有机会，这波如果连这波都守不住那么没机会了，GG。我这高地肯定是下了，但是能不能守得住咱就不知道了。我拆塔那就是四秒钟，不夜哥呢，我要能把这瑞文杀了还行。又来人了，哎呀，四个打三个，看你们的了，还有两个高地塔，能不能给点力？上票。一个也没杀了，上票吧。给你们结个账，这巨魔今天毒性挺大呀，毒性发。